我看来今天我是有点奇怪。你烦死了，听妈就怎么这么不舒服啊？怎么了？说了你不懂，别问了。我好饿，我去买点吃的。就知道吃，连句关心都没有。不会一味卡皮皮，而且它薄到几乎没有存在感，透气性贼好。你有事儿吗？路过。有病吧你？你买的零食呢？吃完了。你怎么知道买这个？我刚准备要买呢。随便买的咯，我泡多了给你。红糖水啊，你过来干嘛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想多了。那你为什么帮我买这个？我勒，承认吧，你就是喜欢我。你肯定喜欢我，你一定喜欢我。你，我不介意把你嘴堵上。姐姐，林主管，你们，哦，太大，迷眼睛了，走啊！上地下练了，被同事知道了不好。林主管，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实习生，多吃点，好去工作。放下吧。林主管真关心下属。不行，明天必须和我约会。再说吧，工作太忙。又应付我，逼我出绝招。春天在哪里呀？市长怎么突然安排大家踏青团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嘿嘿。喂，老爹，有件事求你。没想到吧，公费大连，等大家不注意，我就被向你逃票了，姐姐。等什么呢，实习生？哎，来来，外面好漂亮啊！实际情况却是，怎么有这么大的电灯泡？可以给我多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呗。好啊。你还要缠着我女朋友到什么时候？您好，请您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去。哎，咱走什么？林梦，恨你是块木头。小笨蛋。嗯。刚你是在亲我吗？没有啊。姐姐想我了吗？谢浩然，这里是公司。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公开啊？浩然哥哥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我，他入职申请表上填的是单身，对吧？谢浩然。太好了，浩然哥哥，浩然哥哥，你是阳光男孩脸，和我的青春女孩脸很搭哎，你们俩也太配了吧，快在一起吧。我们真的不合适吗？浩然哥哥，你今天风格怎么不太一样啊？因为我想和我的女朋友更配。哎，林主管。姐姐今天有一点不一样哦。我乐意。别人怎么说，我们就是最配的，因为姐姐是我的专属女友脸，这辈子别想逃走。小屁孩，这可是一生的承诺，三秒钟时间考虑。三二一。